到我岁数头发变那么长，接发，接你大头，接发要2万块，接个大头，假发，我想帮你头发，我可以拿起来。我没有戴发完，因为现在短发，所以完全不用戴，就直接戴着就可以了。真的哦，所以拿起来就会变成一个货真价实的短发，还是一个光头。短发。好，那我跟各位讲一下，今天为什么要特地带睡裤来这个地方？为什么？刚出院，没有啦。玩具展啊，刚玩具展结束，没有。我们为什么今天要带睡袋这边？是因为那边啊，就有看到一个睡猪喜欢的东西啊。那个你有了，怎么样？真的喜欢的，有的话是还会再要？不会，你不会啊？不过我觉得它有价值，它才夹刺送而已。对啊，这个我觉得可以卖个好价钱。怎么会这样子？是因为它有挑战性吗？哦，有可能呢，这是陷阱，还有天地问题。我们来挑战看看。其实这台我之前有打过，那时候那个天龙德吼，他要找我们唱歌，啊，我一直抵死不从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一直在挑战这一台，他一直说放下你的爪子，放下你的摇杆，不要再打了。我说不行，我已经打了3000块，我要拼夹式送，你不要打了，3000我会给你。那还真的，那他直接会过来，但是那我还是把他。好，那我们就现在来试试看吧。好，来准备开工。来，我那时候是3000挑战成功啊，是假试送。我这次看能不能2000。哇，2000就更凶了，因为他那一只2000哦，都超过，对不对？我记得还有固定的。对，这台我记得有。现在有些爪位要很难。要小心，对，有些爪位。然后右边不要拉肚子，会很麻烦。哎呀，有电话找我，但是我出货了。嘿，这个，啊，原来超好的，如果有起来应该会行。对呀，真的超好。这样子。嘿，卡住卡住。啊，你刚刚放的是？没卡住，他没卡住，坐没有坐上，他刚没卡住。哦，然后他左右的斜甩比较难甩一点，所以他左右不好打，要打前后。你看他左右打就有点好像在甩前后的感觉，而且他会有一个固定爪，我一直把它推走。把它推走。对，没关系，交给我对付他。我已经知道这台要怎么打。看起来还是不是很。没。他先挡起来，这样子，然后一口气出4只。哎呦，好像太多了。啊！天哪！好像不是很好，没有，慢慢来，要让它慢慢靠近。啊，乌龟啊！哎，直接来！啊！嘿！哦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哦，还拉一盒过来挡哎。对对对，拉铁锤这一盒。最近在拉铁。哎，站好！看起来在拉下来。站好。那也更好啊！出了，可以了，出了。哦，他这一台都会补很满。对啊。啊，差一点呢。可是玩起来就很刺激。有点刺激啊。有吗？啊，太深。但是斜坡做得好，斜坡做得好就没问题啊。出货没烦恼。对啊，这是电报的名言。拖。再是他斜坡做好，有没有看到？有了。来了！兄弟，一千块，没有。哎，好吧，好吧。还有。输了，2盒了。好扯哦。是完了，你上次是当。没有，我就跟你说，我上次在练习。小学费。对啊，一定要的。拉出来！我记得上次那盒那边那个位置，我拉超久，就前面那个正前方的这个位置。后来我知道要这样拉。没有，所以那时候就花很多钱在拉。在拉那一盒，所以我现在已经知道怎么拉，我也不用讲。所以哦，那应该输很多。直接盖下。直接出那个炉，没想到这是那么顺利，完了，不用1000块。
顶住！啊！没有天天都在过年。哎，笑死！妖魔鬼怪在那边控制。啊，完了，夹错了。啊，没关系，让一下路，让鲁夫过来，重新演一次。鲁夫，过来，我水牛。有。啊，没有。啊，玩太多。完了，他到右边之后我就不会了。右边的我。右边不好。所以不能到右边，要把它弄回来。弄到右边去。有机会，有机会，它补位了。这个，这个弄起来补位了。二楼。哎。回来了。这有机会吗？极限哦，极限捏捏啊！这好刺激啊！碰得到，碰不到。碰不到。先拿住。耶，再一盒。三盒嘞，再一盒哎，再一盒我们就搞定了。哇塞，这个，我接下来要夹这个重的这个。哎，试一试，试一试。哇，你的也挡回去了。我觉得这一把要靠它，要靠这一个。有了，等一下，你看不出来吗？就是那一只，这样子就可以肆无忌惮的夹它了。一切都在计划，而且它潜箱满到红灯，它潜箱有没有在下面？它满到头，怎么可能？很多钱呢，还是要放到过年？我听是感觉很多钱。对啊，心痛超满的、啊，超可怕的，他都不怕被偷，如果是我就偷了。不会，这边弄了多少？哎呦，哦，我这捏到，哎，等一下，还是要夹那个右边的。怪怪的。哇，不对不对不对，不行了不行了。直接出事。对啊，直接出事哎。原来很重。就这一盒啊，我就好好乖乖夹这一盒就好了。有了有了。这边对决时刻啊。极限一个念。真。重新弄倒。你想要征服一个人，就要先把他推倒。想征服？是。然后再。不同。你想要征服一个人，就要先把球棒拿出来。球棒拿出来，慢点。哎，我瞬间到枪位，什么鬼？那我要挡起来。我没在跟你开玩笑。哎，要下来了。对，下来帮我挡一下。这个位置可以吗？我没挡到。夹紧了，可以了。张宇没有。哈哈哈哈哈！气死！消毒。哎，张宇没有。你在那边浪费人家酒。我再把那个妖魔鬼怪藏在机台妖魔鬼怪给去掉，要不要喝醉更香？啊，对，你知道他喝妖魔鬼怪喝醉是不是？喝酒精。哎呀，这样捏不到哎。你
会。有机会吗？还是我直接这样子捏，这样子捏。哇，这样站着怎么弄？我就站着那时候都是这样打，把它靠着，所以这样没有位置靠。没办法，先捏过来一点。好，有机会。大概1000出头啊，1000多一点的。超！我跟你讲，有一次的经验之后，我第二次来玩就轻松了。第一次我吃了一点闷亏，第二次我赚。可惜没有让你们看我第一次吃闷亏，这你们才会觉得我第二次这样夹很容易。没有，我已经吃过这一次闷亏了，都你知道这台怎么夹了。该还的还是要还。他该还的要还。他上次赢我太多，这次还回来，直接拿家私送带走。碎哦。碎啦，哎，碎耶，好啦。不然我们抽一盒好了，要不要？我们拿一盒抽，拿这个探子好。那这大家在下面按赞订阅抽大家。哦，那如果想要挑战的，你们要记得我刚刚的打法，哦，不然你们会吃闷亏。可是你能保证回来？研究一下，对，有可能会这样。但是你们来打针，研究一下我怎么打，反正都打前面，抓到前面，右边不要赢。右边不要，右边我们上次花操作。啊，斜坡要做好，斜坡要做好。就这样子啊！不要再去我们的富士玩，在中立区中山路310号。那这个是天龙德的场，那它旁边也是它的玩具店，有兴趣也可以来，也可以来玩一下。就这样子。对，西坤二街16巷15号。哦，但是你如果查板林路会比较好查，它在那边有一个停车场。哎，那停车场好像叫什么名字？忘记了。反正它附近有一个停车场，很大一个，所以来这边先停停车场就没问题。好，就这样子，那下次再见，拜拜。